平常去的一个地儿，今天没有那个位置了，所以去另外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儿，然后是25分钟。开了20多分钟还好，然后到了。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，我看了一下，往后几天天气都还不错。早上做瑜伽的人还不少呢。Zoom in， 哦，练完了。今天虽然星期一，但是练的人还挺多的。头发如何也湿了，然后我幸好穿这种衣服，我把里面的我的这个运动背心脱掉了，已经全部都湿了。回家。回家前去一趟 Trader Joe's 和 Whole Foods 买点水果啊什么的。这个颜色。我们这会儿到了网球场了，我们一周3到4次的网球训练。看看你们的那个 ID， 放进我下一期的 vlog 里面。我没有小团队，我的团队都在国内，但是他也不算是我们的小团队，就是算是工作人员吧。刷一刷。给大家看，我在这儿刚才录了个视频，然后看了会儿书，这个小家伙就已经不行了。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录呢？我突然发现，就是我其实刚才录了一个口红的推荐，然后就很简单，3支口红。然后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小红书应该已经发了，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在2楼录那个口红的话，因为我们家2楼是这种就是木头的桌子，再加木色地板，显得整个人的脸就很红，然后整个出来的颜色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。但是3楼的话就是灰色的墙，然后米色的地板什么的，就感觉哎录出来的话这个颜色还挺正的。然后现在我嘴上的这一支是 MAC 的 Antique Velvet， 然后是我厚涂之后拿那个棉签轻轻的把它擦掉了一点，就没有我在视频里面显得那么的重了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其实这个颜色也可以浅涂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看的，比较日常一些的浆果色。我还挺喜欢我今天穿这个毛衣的，这个是 Nothing Written 的。我记得前两天直播嘛，直播间就是会有人问我说我一天都在忙什么，又不上班。但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一旦不上班，你的时间自己掌握之后，你会发现比上班的时候忙好多。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吧，我就觉得说假如啊，就是1点到5点是我的上班时间，那这个时间其实我完全可以摸鱼，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刷剧，然后去刷社交媒体，然后去做一些和上班毫不相关的事情。
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让你去啊拍照啊录视频，你又没有大整块时间或那个状态去做，一不上班之后你就发现就是我要有大块时间好好的去锻炼身体，然后回来之后啊，我要录这个视频，我要录那个视频，然后我要想这个写那个看这个书，然后为播客做准备，就乱七八糟。你就发现哎，我今天好像一天什么也没做，或者说就是我今天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现出来的我什么都没做，但哎，我真的就是时间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就跟你兜里钱一样，感觉什么都没买但是就是没了，就这种感觉。切成就是小圆小圆圈，缓缓这一张。嗯，要油吗？要。我们这整了一大锅炖菜，直接端上桌了。要不要加点香油？嗯，有点好闷呀。嗯。仔细认真的去做决断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我和我。要是出门去吃饭，刚才回家收拾了收拾，化了个妆，把头发扎了起来。这会儿我要开始我这一周播客的录制了，然后一般录制的时候就是会在我的卧室，因为卧室空间小一点，所以你录音的这个声音的效果会好一点。然后这是我的一个台子，这是我的麦克风、电脑，然后一般都会喝一点点酒，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放松一些。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麦克风插到手机上面。我们录制的话是会用那个腾讯视频，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声音这样录下来，然后最后发给我，发完之后我就去剪。哎，我现在压根儿喝不住酒了，稍微喝点酒我感觉贼晕。瑞姐 ，Hello，Hello， 嘿嘿嘿，你好。稍等，我把我的视频也打开，让你出现在我这周的 Vlog 里面吧。真假的？哎呀，我家床很乱。嘿嘿嘿。露一个半边脸，这哪看哪看是当妈妈的感觉？咋样？他们看见小葫芦的感觉，都是有祖辈滤镜，咋看咋顺眼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我的性感小宝贝终于见着面了，然后就各种花式美，就是花式夸赞，哇，这个好，那个好，这个能，那个能，这个聪明，那个聪明，这个。就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的，就是角度，为什么他们看上去都是优点呢？就是娃心疼是心疼，但是长得也不是很好看呀。然后他们就会说胡说八道，这样还不好看，那个才好看，就是。我说我们是丑心疼，丑心疼，然后就被教育了，可能比较客观。我就觉得心疼是很心疼的，但是确实。也不算漂亮吧，挺好看的呀。我跟你说，男娃娃小的时候不能太漂亮，男娃娃小的时候太漂亮，长大了就是你看贾宝玉小时候多好看，还有那些什么童心长小时候都是浓眉大眼那种，长大都不好看。不过吴磊算是没有长撇啊，吴磊算是还行。我觉得吴磊比小时候长得更好看。你看那个释小龙小时候多好看，主角是你吗？我刚忙了一下工作，没事，我让你出镜一下我的 vlog。啊，我今天太美了。好，那我就关了，开始我们这一周的录制。哟，你又研究上了。哟，你这星期五不工作干嘛呢？我等 build 的。你小心你老板看我视频把你开了。啊，开了就开了吧，开了我就可以全职遛狗了。我可没有
遛狗费给你了，你就看这个。那是 part time 遛狗，你看这头发都睡成那样了。鸟儿，你怎么看？怎么这么搞笑呢，美妞？嗯？谁叫我？谁在叫我？天哪！我家面条真的是别人一拍照，我那眼睛直勾勾的看视频。美妞，三二一，咔！来个对焦的声音。天哪！你这个镜头感，谁教给你的？无师自通。这会儿去打网球，出发。哟，下雨了。嗯。这花儿奇呢？你再翻个白眼。真是非常让人。你再翻。打人。当众打人。我没有打你啊。这花儿奇。哎。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想，镜头里面没有看见我在打你。路怒。如果他没有镜头。就比如说你是未婚先孕啊，或者说对女生的道德会有一些指摘，所以他们会认为单身生育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中性的一个说法。筛查的，在最开始提供就是在捐赠者提供精子的时候。Let's go。这个色彩被我调教的不错。不错，这个应该也没有防抖吧？我得做稳点。嗯，没有防抖。我们来双打。对啊，我们双打。自由发挥，对，有很大的风险，跟你胡说。对，走的比较累。哦，走了。发现美国这边职场的文化其实还行。对。甜品。哦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炖菜。啊。的火锅。然后你也可以像毽子一样，一开始就这样，不要往地上弹。没那么快，小哥我慢一下，都紧张，我准备一下进入状态。可以，你可以练成就是罗圈蹲脚。你把腿把压壮一点，把压力给压着，练了练了，好不好？那边的，到时候可以 topless 拍照。那我们就先是这个吗？来，可以先放中间。我这边，我们的受众主要是女性，不正男生。对，就跟老师抓小姐姐。欢迎说的我像说是我家属，我也说话，差不多了，半个。你们够得到吗？我觉得要把这个先挪到边上。你选择位，你先呸，这就无所谓。然后我就找工作嘛。也是，你找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找这么久，还没有办法去西雅图。哎，这不是西雅图的工作。你们想去西雅图啊？对的。你应该坏了，坏了。这个房子卖给你们了，多少钱？我先。你打完了两个小时的网球，今天天气也特别好。对，就是有一个劲儿，然后就我现在不管。对，那边还有一个。那剑哥还说。